势女团 ESID 暌违一年多，终于再度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。一开场，成员们就超有诚意的穿上中空装，露出纤细蛮腰，大跳招牌歌曲《啊耶》，扭动骨盆的模样简直让人喷鼻血。会上五人大玩游戏，最终人气团员 Honey 输了接受惩罚，在台上大跳独木舞，率性自然的舞姿让粉丝全都疯了。